前咧就同大家提及过 ，Facebook 咧就将 Instagram 同埋 Messenger 咧整合咗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自己 IG 右上角嘅纸飞机已经变咗 Messenger 嘅 icon 咧？咁更新咗之后都有啲咩新功能？即刻就同大家睇下啦。第一样咧就系你可以改变你聊天室入边对话框嘅颜色啦。咁咧你喺聊天室右上角嘅地方揿一揿呢一个 I 字，跟住咧就可以喺设定主题嘅地方咧再揿一揿，咁咧你就可以将佢哋改变做唔同嘅颜色噶啦。原本咧同朋友嘅对话之中，你就只系可以 double click 对方个信息啊，然后咧就 like 咗佢。但系依家咧，你就可以选择长按呢一个信息，跟住咧自定心情，可以选择任何嘅表情符号都得噶。在聊天室的地方向上一拉，就可以开启这个限时模式了。对方也会自动进入去这个模式里面，然后你们整个的 chat room 就会变成黑色，跟着弹出一堆的 emoji 出来，代表你可以开始讲秘密了。在这个模式之下，只要对方或者是群组的所有人看了某一些信息之后，这些信息就会在你退出聊天室的时候自动消失。而且只要你或者是对方 cap 图或者是录 screen 的话，这个系统也会在聊天室里面通知大家。但要留意的是，这个限时模式是不会自动关闭的。如果你只是跳出了你的聊天室的话，那列表上面就会有一个小圈圈在隔离，代表你还是在这个限时模式之中。如果你要熄了它的话，就一定要点击这个关闭限时模式，它才会跳回一般的聊天模式的。